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德华。然后谢谢台湾的观众对我《拆弹二》的那个支持，才会在首周有那么好的票房。真的谢谢大家支持。听说这一次的电影大家的口碑非常好，我也很开心大家会喜欢我们这部电影。我会继续努力，记得真的支持我的同时，到戏院要戴口罩，防疫一定要做好。我祝大家在新的一年健康快乐。谢谢你们，谢谢。